随便找一个地方开箱，嗯，对，结果刚刚竟然被认出来，好好笑。对啊，我们在高雄的这个叫做宇宙大大玩具店。对啊，在高雄被认出来，但是去台南没有被认出来。所以之后我们要常来。嗯，好哦。完了，这个其实我不太会念诶，应该是念李西嘎吗？我不会念，我完全不会念。那么上次买了一只，可是没有影片的，对，希望就是好的。嗯，直接来。哦，好哦。哦，好哦。嗯。然后第二盒是第二次买的劳拉的太空舱。对。想试看看说有没有可能会有隐藏。主要的是好便宜，这我看过。哦，对啦，是蛮便宜的。嗯。而且上次你不是说要长发没长发，所以我们来一个再看看。希望能长发，对，我求长发，然后不重复这样。那就来试试。直接开了。嗯。直接找那个吗？颜色吗？一拿出来就找什么啦、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是隐藏。哈？是？哎、欸，扯哎、欸。行李。哎、欸，等等啊，看看看那个什么，看链子就知道。啊，他的那个，你不是说他和、欸、怎么了？通常上次链子不是在这一包里面吗？对啊，它没链子的。啊、哦，它没有链子哦。难道链子在这里吗？没有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上次我们开箱的时候，不是你拿了这个出来之后？对啊，我刚刚是说它那个太空舱的颜色是跟人家也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链子在这里。哦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我们链子也不是在，也是在那里面吗？不一样啊。那是不一样。珍珠链那就是隐藏，没错。嗯。耶耶耶。来，回去再试试看。好哦。
哪一个很高的楼层？25。哇哦，感觉里面超大的衣柜，人都可以进去。这里很大，也又有大浴缸。对，真不错。然后还有那个厕所的跟洗的是分开的，无虫的淋浴。哇！对呀、啊，不错，嗯。哦，你看哪里这个都那么美。两瓶免费的汽水，看起来是不是？那水是要自己再去找的，这个没有。这里有两瓶。哦，啊，他不是说还有另外可以拿？双数楼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再给主播一次机会。嗯。前天拿到的是那个僵尸路人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挑应该不会是一样的，就来试试看。看会是什么好东西？有面具耶。真假啊？有骨头就好啊。是骨头人吗？是骨头人。真假？我看。不是路人，是平民。可是这个是那个封面款，不是吗？这是封面，不是封面款了、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不错啊。哦，你看它有耳机跟面罩。嗯、嗨，就是一个随性的开箱一下，就是因为今天万圣节前夕，然后我就戴一个超特别的口罩，然后就要顺便就是展示一下啊，然后就要开这个 Demo 的侏罗纪隐藏，对，隐藏，嗷嗷，然后这个是我直接花钱去收的，对啊，跟人家收，然后我们就很想要开一只，还没开箱、嗯，然后今天就顺便，它已经在我的包包里面大概一个月了，嗯，然后就把它撕开了。这样有算应景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变装万圣节，扮成那一只才叫应景。哦哦哦哦，那你要扮吗？好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租不到恐龙装了。终于要让它出来了。这边先拿起。好哦。哇，欸，很绿耶。嗯。好可爱哦。啊，好可爱，喜欢。而且它就是手感漆的感觉。对，整只手感漆。对，然后摸起来很润，很舒服耶。然后我撕这个配件呢，好、哦，这个配件的话，它是那个弹棒啊，嗯，它做的好像那个毛巾的感觉。那它是可以直接这样撕上去吗？这里有很明显一个磁铁，嗯，所以应该是跟它的配有磁吸。哦，只是轻轻的靠着而已了。啊，所以它会很容易掉下来吗？嗯，你不动它，它应该也不会掉。嗯。这是他的专属的，没有了，也没有啦，不是都是一样。可是他，我现在才发现他的后面有他的背影。哦，他唯一不一样就在这里吧？嗯，好，
这个是我们的隐藏开箱。